四家现代咖啡店吐司与咖啡，去年才进驻老街，便吸引游客慕名而来，周末更是座无虚席。店里的咸蛋料理绝对让吃货们一尝难忘，尤其咸蛋吐司在切开后爆浆的瞬间，切一块送入口中，满口都是浓郁的咸蛋香味，感觉超爽的。这个拉沙是我们用了十多种香料熬煮的咯，然后我们招牌的面包是这个欧达的，欧达我们是找人家特地定做，我们主要是用马鲛鱼肉，然后我们加了很多新鲜的鱼肉在里面。只有星期六有的是这个冰糖雪耳炖桃胶，然后这个是咸蛋吐司，里面呢就有爆浆咸蛋，切开来会有咸蛋流出来。给我回来这里是因为这里的食物都是蛮好吃的，而且它很大份，它料很足，然后另一方面还有它的那个甜品真的是一流。I suka datang kat sini disebabkan banyak pilihan dan makanan dia pun mengikut cita rasa saya, dan saya pun banyak mencuba makanan-makanan Chinese food lah yang memang tak ada di tempat lain.